来，起，可以吗，儿子？来，行，走，小心啊，大哥。大哥，大娘了，我们先走了。朱莉，你是不是累了？三哥，怎么了？人，街道上都是人。这街道上有人，有什么不对吗？阿月，在别人眼中，我可是段家三少爷。你们也都是段家的千金小姐、万金少爷、富贵太太。以前，人家都把我们奉若贵宾。现在呢？是，以前我上街总要花上几十两银子，现在要干苦活才能挣到饭吃，真是今非昔比。我们段家成这个样子，我真是对不起老爷呀。可是，我们要去审计茶行的库房，也就这一条路可走了，我们想绕道都不行啊。我们不偷不抢，凭自己的劳力赚钱，有什么不对呢？阿西要我们走这条路，就是故意想要羞辱我们。可是我想的跟他不一样。没错，阿爹在世的时候，我们段家的确是风光过一时，但是现在我们跟一般的平民百姓也没什么不同啊。阿月说的对，挑担卖菜，贩夫走卒，跟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。以前我们养尊处优，现在也该我们做点事的时候。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这样了，我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。那我们快走吧。好吧，去干活吧。好，走了。受过段家的恩惠，这不是举手之劳吗？来，大家帮下忙！来，谢谢谢谢！乡亲们，这样子我们过意不去的。大小姐，虽然我们以前跟段家有些恩恩怨怨，可我们都是大理人呢，我们应该相互扶持才对嘛。谢谢。我知道你们把今天活都干完了，可至于在后院那么热闹的庆祝吗？你忘了，今天是我们的生日。有一些乡亲们过来帮我过生日，我想请你一块过去。我不需要，阿西，我是真心真意的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需要。如果你想过来的话，我们都在那。
一起跳吧。娘，走啦。过过生日，也从来就没有人记得我的生日。花姐，阿花姐，来喜，夫人，阿花姐到哪去了？怎么连她东西也不见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已经好几天没看到他了。是你在找阿花他们吗？他们搬走了。他们搬哪去了？不知道了。谢谢。阿花姐，你也不要我了吗？连你也离开我了。Thank you.
别走，别走。你看那什么。盒子是你的，遗嘱。这是海天的亲笔字。我当初就觉得阿西手上那一份一定是假的，果然没错。阿玉，快快念。本人大理段慕海，病入膏肓，唯恐大去之期不远，特立下遗嘱，家里个人毋庸争吵，一切谨遵无意，无心安隐。家门不幸，长子卓人懦弱无能，三子卓礼放纵轻狂，唯次子卓毅小达大义，稍称无心。然家门不幸，天真强势，故无人仅将段氏家产交由五女段爱月全权处置。无人坚信段爱月并秉着公正之心善待家人，并与兄长同心协力发扬祖业。无人似妾杨阿戏，乃怀恨嫁吴为妾，其行为可恨，然其心可悯。杨阿戏对我段家怀恨所为，实为无人应受报应。无人以为日后段家子孙不得报复杨阿戏，须以宽容之心善待之，并供留家中奉养天年。无人期盼家中个人今后不分彼此，互爱互重，成为段门之幸，则无足名目矣。此主段慕海亲笔。我想这份遗嘱不需要再给长老们鉴定了吧？不用了，我那份遗嘱本来就是假的。大娘说了，晚一点我们就会搬回各自的屋，你就住在你原来那一间吧。不用了，阿喜，我本来就一无所有，我也不想再要什么。谁说你一无所有了？你也听见了我阿爹的遗嘱，你永远是我们段家的一份子。我再送你些东西。哎呀，
怎么了？我不能去了，我要回家等我娘。我们就玩一会儿。不行，我娘一夜都没回来，我一定要回家等我娘。下次再陪你玩，我先走了。谢谢你的红糖粉耳块。不客气，再见。再见。我把这个送给你，以后你就是我妹妹了。你回来了，是啊，真没想到。咱别说了，先把东西放回去吧。嗯，回去吧。现在得了重病，会传染给你的。娘，我不怕。哎，你别过来，你别靠近我，听见没有？石文义。啊。小妹妹，你别害怕。我带娘去找大夫，快去段老爷家找段爱月。还有，去警察局说陈丽有瘟疫了。好，知道了。什么？大理城又闹瘟疫了？对，我打算封城，但人手不够，请刘团长支援。为了大理人民的安危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走，去看。走。别担心，大夫很快就来了。把隔离栅栏治好。好，是。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进来。是是。滚！爱月，你怎么来了？是阿西找人通知我们过来的。阿西通知你们的？不，你不能进来，你知道吗？据我所知啊，现在屋里面一个女人和一对母女已经被染上了瘟疫，现在已经被隔离了，所以你不能进来。一个女人跟一对母女？嗯。那女人会不会是阿西啊？阿西，走进去看看。走。
阿喜。艾月伯，阿喜，你们千万别进来，里面两母女病得很重，怕会传染给你们。那你没事吧？你没有染上吧？我没事，你们快去想办法吧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现在当务之急啊，就是要把马丁先生和志宏大师找来，救人要紧。嗯，好，我先去跟家里人说。走，走，走，不走。哎，放着吧，都放着吧。等都拿齐了，我们找车拉过去。哎，能送多少过去就送多少过去啊。哎，好。哎，哎，娘，你歇着吧。哎，没事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，娘？哎呀，咱们光准备穿的、用的，那吃的呢？我去拿些吃的。好。娘，我帮你。我进去就行了，你不用进去了。不，阿西在里面，我也要进去看看。OK， let's go。阿西，阿西，艾月、伯恩，那两母女是我首先看到的发病病人，请大师跟医师来看看他们吧。来，把嘴张开。怎么样了？我要先和大师商量一下，咱们出去说。来，坐吧。怎么样，大夫？情况怎么样？这些瘟疫的病原细菌是我没有见过的。我所有的药剂都不能治疗，我看要靠大师的处方了。这恐怕我也无能为力。大师十年前就救过阿西，为什么这次不能呢？十年前那一次瘟疫和这次的情况不同，当年阿西是靠着他想活下去的意念撑着，我也只能开个方子试试，只是希望他们能多活几天，再拖下去。哎，这么说我们就救不了屋里的人了。老人们常说偏方能治病，如果能找个偏方试试就好了。用猪油、甘草、茶叶、红糖还有竹根熬在一起，就算你吃了毒草快被毒死了，服下去也没问题的。这是我跟一个老大夫学的灵方，他用这个方法救活好多人呢。小米，我认识一个朋友叫小米，也许他的师傅会有办法。那好啊，你告诉我地址，我马上派人去找。嗯。Thank you.
去休息吧，这里我来的。哦，不累，你休息会吧。我不要。谢。让我看看。没什么。大夫们研制的药还是没用。没想到我和艾月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我也是希望你能够安然地度过这次瘟疫，可是现在，没关系的。其实这已经是我预料的结果了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那些人，小玉和他娘，看来他们都活不了多久。不要灰心，不要放弃，我们大家都还有希望。我们现在正在请大夫们研制新的药。而且艾月说了，小敏和他师父也许随时都能赶到，我们大家都有希望的。这可能是唯一的希望了。阿喜，当初我背着你到无为寺，是希望你一直能够坚持活下来，现在也一样，我不会放弃的。你还记得我说的那句话吗？我会一直的陪着你，伴着你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如果我还有机会的话，真希望好好报答你。累坏了吧？来，喝点热茶。谢谢。我可不想你这样被累坏了。艾月，有件事情我还是想让你知道。什么事？阿喜被染上瘟疫了。刘团长，你要找的人现在已经来到了大理，是小米他们。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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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孙师傅。孙师傅，你好。现在城里情况怎么样？得瘟疫的人呢，已经隔离了，目前城里还没有发现新的病人。我已经开了方子给小米，你们这就上山去采药。看，
他们应该会好起来的。好，谢谢。姐姐，你先把他带回去吧，我带他们再挖一些吉祥草。好，哎，篓子满的人心，跟我走吧。啊，好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快快快快快，来，快点。可惜，这是孙师傅新研制的一种药。身上的红斑全都没有了啊！我也好了，我也好了，我也好了，你看，我好了，我也好了，我也好了，哎，你也好了，没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妈，我也好了，阿西啊，阿西，你怎么样了？啊，千万别过来，你们都已经好了，赶快出去，带着小鱼，赶快出去，阿西，听我的话。那就说明我们的药奏效了。阿细怎么没有出来啊？都别过去。他过去是不是得过什么重病啊？他十年前同样得过一次瘟疫。哦，那他怎么还敢挺身而出去救这对母女？阿西，你做得对，要不这场瘟疫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。大理的人们永远会记住你的。
阿细，你还有什么想要为你做的吗？你还愿意这样对我？你们还想要我活下去？不值得你们这么对我，我丧尽天良，我早该一死赎罪。愿能有来生，我会用我的生命回报你们。阿月，我感激你，还愿意为我做最后一件事。这辈子我们一定还会同年同月同日生的，还会生在这苍山洱海之间，我们永远都不会离开苍山洱海的。你永远都不会在意我的过错，你永远永远都是我的好姐妹。阿西，你看，太阳出来了。
信你一生的心。